大力王，你怎么还没有交作业？赶快去罚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心，我们今天要来度大热门啦。这次好像是我第二次上大热门吧。然后我们这次的主题是，我有点忘记我这次主题是什么。那你们知道一下，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都遇到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拍摄的 vlog 吧。拍照全开，亮相完之后，对，对，然后他会可以趴楼下，对，看正前方会有个机器会照你这样。好，自我可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哪里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心瑜。好，他起回啦哦，然后一出来好像真的从地狱出来了，他起回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蓝心瑜，讲完。我还想去问我旁边那位医生，然后问他说我可以隆鼻。好像充满了诊所的味道。我想问他，他会以为我在打算他，还是算好了。有点太消费。你今天的职业是？我今天的职业是一位老师。爸爸，你今天来送小孩了吗？妈妈今天晚上在不在？妈妈不在的话，你可以来找。这个多了。我会被打死吧？我莫名其妙眼睛红哎。好可爱，不错。他们球场在边。是吗？我是宇智波一族，我是故意留的，我也去练习。然后什么千鸟？要练习。大力王，你怎么还没有交作业？赶快去爬蟹。
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，那到时候再通知大家。今天我觉得还是录的时候有点小紧张，然后又一直觉得眼睛不太舒服，觉得不是很顺这样子，希望可以越来越好咯。好啦，我们下次后再见啦！影片到了最后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加关注、点开小铃铛，还有订阅一下我的 IG 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！